목사들에게 어떤 복리를 준비하고 말씀하십니까? 네, 일단은 10주년을 통해서 좀 많은 업데이트를 진행을 하려고 하는데요. 일단은 상징적이고 기념적인 아이템들을 좀 많이 제작을 하고 있습니다. 이런 부분들을 유저분들에게 많이 배포할 수 있도록 일단 준비하고 많은 이벤트들을 계획하고 있는 상황입니다. 我们准备十分有象征意义的各种活动，同时准备了很丰厚的奖励和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大家敬请关注并踊跃参加。 那么看花队呢，也正在为我们这个版本呢付出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当然，具体有些错，就是具体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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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完成。当然，具体有些错，就
굉장히 좋아하는 그런 시스템인데 다만 경매에서 플러스를 구할 수 없는 그런 문제들이 있습니다. 그래서 앞으로 경매에 대해서 어떤 선 계획들이 말씀하십니까? 네, 개발팀에서는 일단 경매장은 굉장히 중요하게 생각을 하고 있습니다. 그런데 사실 경매장 같은 경우에는 마일리지 어떤 아이템의 가치라던가 아니면은 플레이어의 동기 같은 부분도 직결되는 부분이기 때문에 굉장히 신중하게 판단하고 결정을 내려야 되는 부분으로 일단 보고 있고요. 그래서 계속 개선사항에 대해서는 진행을 하겠지만, 차근차근히 좀 준비를 하고 있는 상황입니다. 我很高兴欢乐拍卖会能够成为玩家喜欢的重要的游戏内容。关于你这个提到的问题，我们将根据道具的价值和游戏动机来各种角度去出发考虑的。当然，以后我们会不断的去规划和改善的。刘队长的说话呢，一直是比较的那个含蓄。实际上。 之后的拍卖会在计划当中应该就已经是那个就是有所改变了，对吧？啊，对，可能部分的人其实都给到介绍完的部分都。十万一条胳膊。可以可以，来吧。计划着征集。干嘛要现场？好的，那也就希望各位玩家呢能够十万岁一条胳膊拍卖会的体验了。我再看接下来这个玩家的一个问题。 接下来这个玩家呢，实际上一看就是那个枪王的老玩家了。那个枪王模式呢，那个已经有了一个改善了。那么，可能说他还是《昼夜求生2》的一个忠实玩家。那么他想要了解，像这一些模式啊，是不是以后都会有那个就是改版的机会，能有更好的一个游戏的一个就是改善呢？ 좀비 쉘터의 출시 유저가 좀 있나요? 좀비 쉘터에 관련해서 이후에 어떤 업데이트나 이런 계획이 있을까요? 네, 좀비 쉘터에 관련해서는 업데이트 계획을 가지고 있고요. 그리고 신규 모드 같은 경우에도 업데이트 계획을 가지고 있습니다. 일단은 좀비 쉘터 같은 경우에는 신규 맵을 좀 일단은 개발을 진행하고 있는 상황이고요. 신규 모드 같은 경우에는 지금 방금 발표했던 좀비제트가 곧 업데이트될 예정입니다. 下半年我们会对很多新模式进行包括你提到的这个昼夜求生也包括在里面的包括刚刚视频介绍的生化。要不要忘记点击和订阅啊？好了，那非常感谢刘队长对我们的回答。那么再接下来呢，咱们就是要看大灾变了，因为实际上大灾变这一次已经放出了一些消息。 说这次大灾变第七季啊，将是一个最终章。那么呢，就是玩家呀，实际上是那个非常不希望说是那个就是大灾变就这么完结的。那么这对于这个留言，那么开发队是怎么就是？如果手机点关注在哪里点？Stadio
사실 개발팀에서는 이 부분에 대해서 좀 많이 고민을 하고 있는 상황이긴 한데요. 일단 확실하게 말씀드릴 수 있는 부분은 이번이 마지막 장은 아니라는 겁니다. 일단 마지막 장이라고 표현한 부분은 这里的剧情章就是说目前为止延续的剧情，直到了一个大的考虑能不能为大家为玩家去的一个剧情。我觉得好的，那非常感谢刘队长给我们的回答。看来我们的大灾变将永不落幕了。我觉得他这个关注应该直接点了就能关，而不应该是要再点第二下才能关。 刚才我们的PPT的展示当中有提到的内容啊，那大灾变呢，就是改版啊，涉及到了一个不能放枪的这么一个设定。那么这样一个设定呢，实际上就是有的玩家就说了，我本来就是和朋友一起玩，那么我为了能够一起玩更高的一个就是博士的一个更高难度的一个挑战，那我就，谢谢伊丽丹。现在这么一改的话，我等于不能和我的朋友一起，这样一个设定，开发队是怎么考虑？ 일단 파츠 보상이 업데이트되고 나서 해당 맵들에서 교환이 되지 않도록 수정이 되었습니다. 파츠 시스템 같은 경우에는 파츠 무기에 파츠를 단계적으로 장착하여서 무기를 강화할 수 있는 시스템으로 난이도에 따라서 파츠를 장착하기 때문에 사실 난이도 부분이 시나리오 난이도에서 다양한 부분들을 변경을 하고 있는데요. 예를 들면은 저희가 아이템 사용 시간이라든지 아니면 보활 시간이라든지 그리고 좀비의 공격 능력 같은 것들이 변경되고 있는데 이런 것들이 무기 교환 역시 이런 난이도 중에 하나의 일부 옵션이라고 생각해 주셨으면 좋겠습니다. 물론 그렇게 됐을 때 다양한 무기를 사용하셨던 분들께서는 그런 무기들을 이제 사용할 수 없기 때문에 조금 재미적인 요소로 이제 떨어졌다고 생각하실 수 있는데요. 이런 부분들은 파츠 무기의 종류를 늘려나감으로써 어느 정도 보완을 해주려고 하고 그리고 시나리오에서도 이런 파츠 무기들을 谢谢谢谢亲的好的礼物谢谢。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친구와 함께 플레이를 하기로 원하신다면 친구의 파츠 무기에 맞춰서 난이도를 조정해서 플레이하는 것을 권장을 드립니다. 그렇게 했을 때 친구 역시 난이도 파츠를 획득함에 따라서 강해지고 그렇게 되면 같이 더 높은 난이도에 도전을 할 수 있고 친구 역시 더 강해지기 때문에 높은 만족도를 얻을 수 있을 거라고 생각이 됩니다. 谢谢冰凌的十个相机，谢谢。谢谢冰凌的二十多个相机，谢谢。谢谢奥弗瑞萨。时间呀，有活动道具的时间的方面都进行调整的。如果你想跟朋友一起游玩的话，建议就是把你的难度降低为朋友适合获得配件的这个难度上，帮助朋友先获得配件，再提高实力，然后跟变得更强的朋友。
一起去挑战更高的难度，这样的话你和你的朋友都可以获得一种成就感，然后你们的实力也会越来越变强。好的，可能说呢，就是开发队是希望我们玩家真的66个告白，谢谢，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以及靠着自己的一个游戏的一个技能来获得更强大的一个武器的配件。那么相信呢，配件系统之后的一个改变，也包括像那个就是更他的这个回答，我想给他一个表情。说的一些那个游戏的一个就是方式。那么当然了，就是现在武器配件的这样一个大灾变的一个改版，实际上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初步的一个状态。我们也会逐步逐步根据玩家们提出的一些需求和建议来综合进行分析，最终给予玩家最好的游戏体验。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第六个问题。大灾变呢是那个 CSO 的一个就是核心模式。有的玩家就提了，这个缔造者里面会不会加大灾变？应该说是那个就是大灾变的，可能说就是实际上核心就在于一个 BOSS， 或者说以及一些过关的一些设定。那么这一些实际上过关的设定已经有了。那么我们现在实际上只要加入 BOSS 就有这个可能性，那么是不是以后就有这个机会呢？包括像还有现在已经那个取消了，要是缔造者能做大灾变，把无数个 BOSS 凑在一起，卧槽，那得多爽啊！现在进的十个比心。谢谢你是那无法企及的光的66个。那个什么爱之初体验，谢谢你说那无法洗的光30个比心。네일스튜디오는개발팀에서도좀중요하게생각을하는모델입니다일단확장가능성이넓기때문에그렇게생각을하고있는데요현재플레이모드에서좀비시나리오를만들기위해서는좀보완해야될부분이있다는부분을이제인지하고있고요谢谢宾林的又好多个相机，谢谢谢谢你。오펜시브통해서해결이될수있을거라고생각을합니다그리고나아가서는사실그유저분들이생각하고있는더많은개성있는모드나독창적인모드들이있을텐데요이런것들을만들수있도록지원하는것이목표입니다이거포장시간大的一个模式，他们都是期望那个缔造者能够给游戏带来的一种无限的可能性。当然也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和补充的。我们就是改善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会开发出各种玩家需要的要素，让玩家能够在缔造者如果我在镜头上胖，说明我是真的胖。一样的玩法。另外我们通过更新给玩家提供更多的一个优越的一个创作环境。好的，那看完了大灾变的缔造者呀，之后也会像足球模式以及那个生化大逃杀一样，也会重新加入到缔造者当中来了。那么这么一些那个就是新的一些缔造者内容呢，也是希望各位玩家能够发挥自己的创造能力，是不是能够创造出比开发队更强的大灾变呢？或许新的大灾变的篇章和剧情由你来设定了。好的，那我们就接下来第七个问题吧。第七个问题呢，应该也是一个我们 CS 可能是 1.5 1.6 就开始玩的老玩家吧。那么他是喜欢用新经典武器进行游戏的，那么他觉得这个新经典武器好久没有调整了，而且我说到的东西加一些更有趣的但是又不会破坏平衡性的这么一些武器加入进去，然后给游戏更多的一些乐趣。新旧 classic 모델现在宾科的又十个相机，其实谢虚空，谢 Urisa。classic 모델같은경우에는오랫동안그유식을배워왔던시스템인데요그사이에저희가현재나가고있는무기체계들이나밸런스들을고려해보았을때수정의여지가있다고보여집니다그래서사실이런부분들은꼭계획에잡혀있기도하고요그래서만약이런부분들이개편이된다고하면클래식무기에서도좀다양한玩具클래식我觉得新经典里面应该把玩具给去了，把玩具系列。
关于新军店，新军店如果玩生荒了的话，太阴榜了。有必要对它进行调整的，所以这方面后续可能还会有计划这方面的调整，希望大家提出更很多宝贵的意见。好的，开发队的刘队长都已经说了，以后有什么建议啊，尽管提啊。接下来呢，那就也把破灭去了呀。第八个问题是那个关于军团战的，军团战实际上我们确实是好久没有开战了。那么之后军团战是否会在开发队的计划名单上呢？팬미니전이오랫동안없던것같아서앞으로어떤계획이있으신가요?팬미니전같은경우에서는개발팀내부에서도정말많은이야기들이오고가고있습니다그런데그팬미니전같은경우에좀신중하고좀장기적으로보고계획을하고있고요일단은패밀리전에어울리는모드로생각해본다고하면러니즈나모드가있을테고그리고한가지더는그저희가주력으로플레이되고있는좀비모드를선택할수있을것같은데요사실과거부터좀비팀선별이라든지좀비히어로랭킹전에서이런시도들을해왔었는데요사실이런부분들은조금기대에못미쳤던부분이있습니다그래서이런부분들을좀더다듬어서유저분들이만족할수있는모드로다듬어진다면그때는그모드를기반으로한패밀리전을만들수있지않을까기대하고있습니다其实关于军团战，开发队一直在考虑的，也想了很多很长时间，适合军团的模式有竞技的，另外也可以考虑生化模式。但是呢，生化模式呢，之前我们也尝试过通过生化歼灭和生化，我操，充电宝没电了。生化模式让它转变成战斗模式，但是呢，最终都未能如愿。但是呢，我们也不会放弃，会持续的这方面进行规划和改善。好的，那我们就期待我们之后会有更好的、更有对抗性的模式的上线。那么最后其实我想问两个问题，是和那个就是飞龙炮有关系。实际上自从那个飞龙炮就是随着那个就是斧子 bug 的一个就是修复，实际上很多拥有情节的玩家一直在问我这么一个问题：飞龙炮到底可不可能加六呢？풍력포는유저들이여기에대한애착이굉장히많고또유저들도풍력포관련해서뭐가출연된다고태든유저들이풍력포에대해서굉장히애착이있습니다혹시풍력포를나중에피면강화에추가할계획이있으신지요일단은풍력포같은경우에는사실은그런향수나애착을자극하기위해서나왔던것과일단정령포이고요정령포같은경우에는현재프리미엄육방이나와있는상태입니다그래서사실은크게이제고려를안했던부분이있긴한데여기행사장에와서보니까아직흥령포가실제로돌아다니기도하고제가생각했던것보다더많은좀관심을가지고계신것같아서돌아가는부분에대해서좀고려를해보려고하고있습니다我很理解大家对黑龙炮的情节但是呢就是之前呢因为就是赤炎魔龙已经上线了，所以呢就是黑龙炮不可能再加你的进阶系统了，但是今天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他已经看到已经黑龙炮，然后他感受到了玩家对黑龙炮的情节远远超过他所想象的部分，所以这个问题呢他回去以后跟开发队反映一下玩家对黑龙炮的情节，然后再进行讨论吧。谢谢等我有钱的观影机了，谢谢一些解答。那么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也非常感谢所有在座的各位为我们提供的这些建议。实际上我们收集到的建议，哇，学毅力丹的66个棒棒糖。所以说我就说一句吧，官方永远是听取玩家的建议的，所以如果说你们还有更好的建议，不要放弃。谢谢伟，我希望听到你的声音。谢谢冰凌，谢谢等我有钱了，谢谢。那个 FAQ 环节呢，就到此为止了。那么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